我聽講屬蛇嘅朋友咧，今年運程好好喎。係啊，排第二位㗎。哇！屬蛇嘅朋友紅運當頭啊，會有一股強勁嘅氣場，助你再創高峰，會得到貴人啊，相助實踐你嘅理想啊，應該嘗試多元化嘅發展，事業會更加好噶。真係好旺嘅，一個旺過一個喎。咁佢嘅財運又如何呢？人緣帶動財源啊，從貴人口中會得到一啲有利嘅信息啊，可以咧爭取啊獲利嘅機會噶。聽落都真係不得了啊！桃花運呢？哇，桃花運咧喺十二個生肖裏面係最旺噶，一見鍾情唔再係幻想啊，緣分到擋都擋唔住啊！但係小心咧，會引嚟一啲曖昧關係啊，惹嚟一啲是是非非，影響咗正桃花嘅氣場噶。健康運方面又如何呢？健康運咧其實冇乜問題，心肺功能都係弱少少，但係要注意啊，肺主皮毛會出現脫髮嘅問題噶。屬蛇今年咁旺，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甩少啲頭髮呢？大家可以穿翻多啲黑色或者白色嘅衫，或者佩戴一啲三角形嘅飾物，都可以增旺翻你嘅運勢。記住啦。